咩事啊？你边度啊？而家喺公园咯，你跑步啊？而家散步啊，食饱咗好饱啊，咪出嚟散步咯。哦，我都好饱，啱啱啊，散咗一个钟啊。今日啊，我食咗越南嘢咯，越南大餐。哦，我今日食咗点心啊，好饱。系啊，清唔清啊？我依家影应该唔系好清啊。都睇到，都睇到。你会计功课做晒未啊？我未做啊，翻去先做。我食太饱，顶唔顺，要出嚟行。哦，我头先食到好饱，我嚟到UCI 行咗一咩轮，啊？而家好啲啊。你讲先。我头先食咗好多嘢，食点心，食咗两个糯米鸡，同埋三碟肠粉，同埋叹咗一个鸳鸯。哦，我依家行翻屋企先。我依家喺 City Hall 隔篱。哦，你住嗰边啊？系啊，哦，咁去 City Hall 安全啲啊嘛。冇人喎，真系。我平时跑步唔系啊，感觉上，我平时跑步去跑 City Hall 嗰条路，嗰边一多唔条多直乞路衣咋，啊？一条直路咋。你哦，嚟到呢度咪多人咯，你咪见到多人咯，唔多人咩？我见唔到人喎，一个人都冇喎。有啊。哦，就系嗰两个咯。有我哋睇唔到，就太远咯。多唔多乞衣啊？人最多喺度噶啦，呢度最多。哦，唔系之前咪搞嗰啲咩黄嗰啲咩啊？有啲人喺度唱歌，讲咩咩反送中呢度咪喺呢度搞啦嘛？City Hall 隔篱香港？系啊，香港反送中呢度，佢之前喺呢度搞活动噶，游行喺呢度游行咯。今年有搞咩？之前有啊，之前有试过，即系嗰一年前喺度有哦，搞过。即系疫情之前啊。疫情系，好似系，不过疫情期间啊，屌，疫情期间你仲会参加？有啊，同啲 friend 抢，哦，点解我冇听过嘅？我周系围都有啊 Irvine 嘛，有咯。就系咁啱呢度，咁啱喺我屋企附近咪过嚟咯。旧年喺悉尼亚哥我都有，不过喺悉尼亚哥我自己去参加噶，有啲危险，因为就我一个去，好多人一啊！个人去，你而家睇下咪好多人啦。嗱，呢度有几个人，之后仲有呢边，都系唔系好多啫。都算多最多啦。一个系沿路行翻屋企，仲更加冇添。哦，因为而家好多人打咗疫苗，我以为佢哋出翻嚟又唔戴口罩，又唔使，因为政府话唔使戴口罩，同埋唔使保持社交距离啊嘛。依家咩？系啊。我唔知喎，冇留意喎。哦，不过你未打疫苗，你当然要戴口罩啦。我打咗疫苗，我都就算打疫苗，我都要戴啦，安全啲添。系啊，你打边只啊？啊，依家行到翻去先，差唔多。我平时就跑嚟呢度。我琴日呢段时间应该仲跑紧步。哦，你嗰边多唔多唐人啊？多啊，好多啊，哦，好多。做咩？呢哦，边好多噶啦，都你话嗰度系 Montreal Park 系咪啊？系蒙住发觉，不嬲多人噶啦，不嬲多呢啲同龄啦，亚哦，洲人。哇，你熬到我头都晕埋啊！咁我唔试就咪得，咁 行紧弹梗系咁噶啦。唔系，可能你个手机唔系咁好咯，因为我个 iPhone 12 Plus Max 唔系 12 Pro Max 我我呢部点废碌机，我而家都用紧呢碌部废晒机，到啊！只要我呢部废机啊都，我系 Samsung 啊，系 Samsung 最一个废嗰好部，旧个 Samsung 系咪啊？不过 Samsung 又好唔好嘅，睇你买边种咯。你喺边度食越南嘢啊？都系附近咯。哦，我好耐冇食越南嘢。我今日有考虑应该食咩咧？应该食咩啊？不过见自己咁耐都未饮过茶噶，自己去饮茶咯。嗱，City Hall 就呢度，对面哦，就 City Hall。你都有参加啊？依家咁啱
多警车喺度啊呢度。点解咁多警车？因为对面有警车，所以咧嗰条友等我，等我过。如果唔系平时唔会等。如果唔系平时走咗肯定。喂，咁你旧年去喺 City Hall 参加都多唔多香港人去？多啊多啊多啊，都多。仲冇？全部好多都系讲广东话咯。虽然我唔知道佢系冇问佢，应该都系广东香港人嘅，听紧啲口音。仲冇大陆人嚟呢度骚扰你哋啊？不过都冇噶。哦，咁你又好啊？我啊，又太多。本身啱出嚟嘅时候好，本身啱出嚟嘅时候好冻噶，点知俾我行到依家好热。我都觉得好冻啊！呢度，因为我系咩喐行咗成半个钟，好热噶。你头先跑步定系行路啫？行路咋？哦，你唔想跑啊？我叫都系我食饱咗，啱啱食饱咋，唔可以食饱唔可以跑步噶。Power walk 都得噶。吓、啊、？Power walk 咪得咯。唔啦，我散步得啦，依家咪散步咯。咩啊？比如平时咧，我啲 friend 咧会唔敢呢个时候出嚟，但系我啊大胆啲。你喺呢度附近住啊？咩啊？你喺呢度附近住啊？系啊，咪我同你讲阿蒙，嗱呢度 City Hall，、哦、之后反方向咧就系我屋企，直到尾咯，直到行到尾就 OK， 一条直路就系我嚟 City Hall。嗯，咁你晚黑出街安唔安全啊？应该安全啩啲，咁、哦、你平时好少夜晚行噶嘛？咁我依家系因为本身啱啱出咗嚟散步，所以先依家仲行紧啫嘛。如果我平时都唔会咁夜啦，你冇遇到事咪安全咯，有遇到事咪唔安全咯。你见仁见智，因为洛杉矶所以咧，因为洛杉矶全吓，因为洛杉矶系出名好杂啊。哦，有啲咩事走为上阵跑，咁翻到去仲要睇几耐啊？翻到去唔得闲同你讲噶啦，翻到去我就要睇完又做个 quiz， 之后我仲有要做作文咧。作文听日正常嚟讲，听日要做个作文。听日系最后一日，但系咧你阿 Sir 又讲到明又话可以6月7号，所以我就唔知啦。所以可能我睇下做成点咯。顶你琴日。先考完一个 quiz， 今晚又有，系啊，好鬼攰啊！但系问题系，但今日我点解懒唔睇咧？系因为咧，系因为我朋友 send 咗个quiz 嘅答案俾我。哦，所以我今日麻麻地想睇，所以我有因为有答案啊嘛，所以咪懒咯。嗯，不过我有一个 quiz 12点前要交，所以依家谂住翻嚟做。喂，咁你去 City Hall 嗰时啊，你仲冇带呢个啊？点解要戴呢个？你冇戴咩？保护自己。点解戴呢个啊？我不过唔戴噶啦，我都冇呢啲，我都冇埋，我先唔戴呢啲啊！黐，哇！呢条友开咁前，哇！呢条友，哇！呢条、這個、真系小心啲揸车，哇！即系咧，如果你睇唔到佢嘅话咧，一定撞到我咯，肯定。嗯。